嘿嘿嘿，耶嘿嘿嘿，老鼠、老虎傻傻分不清楚，要准备好开场了吗？你这个小坏蛋！跟着我们的照片，今天我们要去来玩我们的工业鼠国，没有错。我们今天呢，拉来跟我们的老鼠姐妹一起来 play 这个 Minecraft 的最新流行游戏，对。Hello， 哦、oh, ，最新流行游戏，在上一集的时候呢，我们已经帮我们的老鼠做了一个这个东西，叫做老鼠升级力量。那我们呢，在下一个等级，想要赶快把它升级成老鼠战士。可见各位，你们看，要求的东西有多少？我们已经有了生命值，有了力量，但是现在还需要护甲。护甲需要1、2、3、4、5、6六个铁锭，再加一个铁砖跟一个盾牌，就可以做出一个老鼠升级护甲。可是，你们听我说，娓娓道来。但是做完了护甲之后，我们还需要用到1、2、3、4个钻石，加一个钻砖，还有一个钻剑。哎 ，OK， 好走。然后有人说啊，哎，小白，你可不可以养多一点老鼠？然后老鼠能不能生小孩？老鼠是可以生小孩的哦。不过呢，老鼠要生小孩的道具非常困难，所以呢，没有那么简单能够让你能够生老鼠，或者是对让他们交配。他们需要的一个道具好像是叫做我找一下，在这里有一个老鼠孕育灯。这个孕种灯就是可以让老鼠交配，那材料是一个红石灯再加上玫瑰红就可以做出来，不过你要有一只公的老鼠跟一只母的老鼠才行。所以在你养到那只老鼠之前，其实你也不知道到底那个老鼠是公的还是母的。我闻到了矿坑的味道，真香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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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铁矿挖一挖，东西挖一挖，耳朵挖一挖，鼻孔挖一挖，该挖的地方都挖，只要有洞就可以挖。啊哈，我来看一下。嗨，我想办法渡过他们两个。谁在射我？嗷！嗷！哦，原来你在上面哦。我想说你在哪个地方做什么事啊？对不起，声音麻塞。往下面走走，哦，这里看起来蛮大的，可能有机会哦。我这边也有路，然后哎，挖一点好了。就知道，准备一下。哎，你挡住我的路了。Hello， 老鼠，我的好姐妹，你，我一直在看你的下面，我是要怎么挖？好吧，就这样吧。我这样应该脸看起来很好笑。哎，没有哎，还好他要跟我一起倾斜，我的头已经倾斜了90度。哦，我可以甩他哎。哎 ，Hello， 你们是一家人吗？哦呦，干嘛问一下不行哦？凶屁哦，哈。凶屁哦，土大哎，哎，哦，哎 ，OK， 没事，我老鼠只扣一点点血，下面好大哦，我的下不是那个意思，各位不要误会啊，等，你有点有两只，西马赛，啊，等下我快死了，不行，不能再让他这样子为所欲为，我的防御很低吗 ？OK， 我后脑勺中箭了，我老鼠怎么样？看起来 OK， 没事。老鼠血量超厚，可以。咚，差太多。咚 ，OK， 这边直接走过去。哦，这边是向上。OK， 哦呦，小心。Hello， 先把整个格局都给它擦亮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比较安全，有保障。哦，差太多了。好，这边好像下面还可以再下去，但是我想先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东西。这是一个古代的那个建筑啦，只不过就是里面，哎。喂，谢谢，阿里嘎多。哦，四个，现在几个？8个，加家里面9个，10个。我只要再看能不能再找到一点点就好。这个里面是什么啊？看一下，我很好奇。这银矿也给它挖一下。可是我觉得应该里面也没东西耶。对，挖开。Hello， 太古魔像住在这里，它被封印了很久，应该很生气吧？可是我怎么看起来不会动？它是会动。哦，它，哦呦。不要喷我！不要喷我！来！不要！你不要！对！我想要把它包起来，因为它会喷我，我怕它烧到我的老鼠。我最怕……哦呦！耶！嗷！OK！ 耶！嗷！耶！嗷！耶 ！OK！ 好痛哦 ！OK， 换花岗岩。小心！哦呦！哦，在那边有。
我先丢一下垃圾好了。你 OK， 然后没了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们拿一般的石头叠过去，应该得救吧。真男人挖矿哦，挖矿工，对。我觉得应该没了吧。走开！真的是爱搅局。好，我现在已经走了哦。我没有，那是银矿。我还以为这边，哇，这边是个大矿坑啊！那边有一间那个，我觉得应该也有一个太古魔像住在里面。OK 啊，我们利用坐标点传送回到我们的村庄，我们就可以顺便走回家，马上把你变成一个美少女战士，太棒 ！Go！ 好，开始来帮他打造全新的武器吧。这个不要，都丢进去烧，然后重新整理一下下。老鼠要升级的这个升级用护甲，好像也。对啦，哎呀，我忘记了，他自己本身也要四颗钻石啦。哦，我的妈耶，还少四颗哎！好啦，你待在家里好不好？因为我发现其实带他出去好像，没有什么卵用。先让你坐下，好不好？先你不要乱动，你就在家里面。我去找，我甘愿。拜拜。好，我又回到了这个地方，这个大峡谷，我觉得应该多少都很容易看到钻石，而且我还带了水桶。所以应该很好找。好 ，OK。嗨，你就在隔壁吗？好，等一下。Hello， 等一下，我先帮你把边边浇洗。你要给我几颗呢？我还需要四颗哦。好险，捡到了。这个只有一颗哎，太没良心了吧？可是我其实学我算下，我今天遇到的钻石其实还蛮多的啦，所以应该算。等，不要把我冲上去。OK， 没事。好，在里面闲逛一下，看一下哪边有。如果有的话，感谢天，感谢地，好不好？这里呢？好，转。哦，有了。嗨，这边给几颗？一、二，有了，够了。哦，蛮好找的。为什么我一回来我就感觉钻石都超好找的、啊？除了空间大以外，我觉得那个老鼠是不是带给我霉运？不要乱说话好吗？老鼠是很棒的啊，一定是我自己本身就运气差，直接撇清关系。哎，嗨，僵尸，今年拿到多少红包？让我看看你的口袋里面有东西吗？我差点说成裤裆，我到底要看僵尸的裤裆干嘛？吓死！走开。OK， 他土带了。好，这边我想要，等一下，我们不要插这么多火吧，因为。我要确认这个矿坑里面有哪些地方我没有去过。等一下去过的地方我都插火把，然后没有挖，然后就想说，那边去过就不会再去，就想说里面还有更好的东西，结果没发现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样也是蛮差的啦。所以，先稍微扫略一下。目前目的已经达成了，那么我们就先再次回家。我最亲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我给你带来的钻石，你卡不卡寻？好了，开始。需要四个奶酪。对哦，我四个奶酪吗？看一下食物区，有一二三四，然后先做一个基础升级嘛，所以是这样，然后再放错边。我几乎每次只要这种框啊，放四个角或者菱形的这种，我都一定会放错。然后我们再做成盾牌怎么做？这个护甲是铁锭、铁砖跟盾牌。OK， 铁砖，然后盾牌是。这样吗？盾牌怎么做？哦耶！我没砍树，我明明应该就要意识到自己家里的木头不够了。没关系，今天就比较徒劳一点，好吧？我们就用心的去做出我们爱的装备，送给我们的小老鼠。没关系，来，我这个我最会。谁在阻挠我释放我的爱呢？你看，这个叫，就算天塌下来了，我也要保护我家的梅啊，有没有？当小白女朋友很好哦。这个下面约起来，不要乱来。我回家了，我应该是可以做盾牌的啦，这样子，然后只要一块铁锭有，然后。铁砖跟铁锭都有了，那我们应该可以直接摆上来做。然后左右两边有了，这就是老鼠护甲升级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有三个嘛，包括你身上的一个老鼠生命值。然后我还要看一下哦，在哪里？
哦，在这里，这样，这三个，然后呢，钻剑、钻石砖跟钻石就可以拿来升级成战士。我们来做做看，战士是这样，然后这样，这样，然后一二三四，哎，没有哎，是我放错位置吗？生命哦，力量要在中间，有了。老鼠升级战士，40点生命，36点防御，10点攻击力。那原本是多少？30。哎，护甲加6点，然后生命从25加到40，啊，很猛哎、欸！这哎，它其实整个加起来之后，你再用钻石去强化它，它其实各方面的小东西都有升级，包括生命，然后攻击力跟防御力。来，哇哦，你的血量直接变2排，而且攻击力应该蛮痛的哦。攻击力是10点，然后36点护甲，这样的话我带你，跟随一下，我来测试看看你现在到底有多强，多厉害。好了，吃个烤猪肉 ，OK， 好 ，Let's go， 端端端端，跟好哦，没啊，你现在变超强了，你看夜视力直接打开，我看到眼睛亮亮的，你在哪里啊？没啊，哦，你看夜视力，酷、哦，来，这边有个僵尸，来实测一下，攻击他。哎、欸，他扣他10滴血、欸，你们有看到吗？一次攻击就10滴，然后还会吃他的腐肉，哇，邪恶！来，这只苦力怕去吧。哦，有哎、欸，很强哎、欸，两下，他咬他2下，他就GG了。攻击他 ，OK， 10，好帅哦、喔！哎、欸，你伤害好高哦、喔，好恶心哦、喔！你这只老鼠简直到了一个变态的等级。我现在身上什么都没有，我只有留两颗钻石，我几乎把我这一身。光是前面的系列花了将近快要7级还8级吧，我全部都奉献给你了，我也得到回报了，真是好强哦，哎，好猛哦，那我就可以真的可以带他出门，然后我都不用管他了，防御率这么高，除了应该怕岩浆以外，应该其他的都还好啦，我是这样想啦，还不错，我喜欢，不错，这就是我们的新的人生啊、你可以吃腐肉啊，如果你饿了的话吃腐肉。OK， 这就是给你吃东西。好，那么就这样，感谢各位收看我们的美少女战士培育计划正式开始，拜拜。